主料：上海青3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大蒜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上海青洗净，切菜时将菜叶和茎部分开，将锅烧热，待油温八成热时，先放入菜茎煸炒，待菜茎烧软后再加入菜叶煸炒。待菜将熟时，放入蒜泥和盐调味，装盘上桌吃起。烹饪技巧：菜茎相对比较难熟，所以需先入锅煸炒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